裁剪前的准备，口腔内及口水有常在菌丛，需避免收集痰液检体时受到常在菌丛之污染。一，先以清水漱口清洗嘴巴，不使用消毒漱口水以及不以牙刷刷牙，以免口腔内物质影响检查结果。将无菌容器打开，不碰到盖子或瓶子内部。裁剪方式：一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咳出肺部深处的痰液，而不是咳出唾液或喉头分泌物。二，直接咳入无菌容器内。三，将无菌容器盖子旋紧，避免外漏，尽快送检。注意事项：一，尽量收集早晨第一口痰液。二，裁剪完毕，请于2小时内送达实验室，并且置于冰箱4到8度 C 中保存。